K 箱 Steam，Microsoft 键盘，哇，它旁边还有触控板呢。我根本不知道 Daddy 到底买了什么，到底买了几个？这里是四个键盘吗 ？What？这是什么啊 ？Befriend RB730 又买了一个 Microsoft 键盘滑鼠组，所以它还有滑鼠哎，你有多一只滑鼠。嗯。新开这个不用任何工具。快乐纸箱，快乐朋友键盘。是朋友键盘。等一下，它的说明书是不是按键全部都马赛克？那就哇塞，它怎么摸起来？不是，它整个摸起来好帅哦。多帅哦！它有一层保护的呀、啊。想说怎么 QQ 软软的键盘？厉害哦！太可爱了。它是不是也很平啊？你插上去的没？好、啊，插上去了，有电了。我来看看，它这应该是小。我可以开个 Word 档给你。现在呢？连线模式 ，A B C， 哈哈。还有 F 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哎。F 十三、十四、十五是什么、啊？我从来没有看过有键盘有 F 十三、十四、十五的。你看说明啊，他写什么？没有啊，他就只是多了一些按键，他没有说明啊。所以那是装饰的，那可以干嘛？就是，但没有软体会用到 F 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吧？他有一半是 Windows， 然后一半是 Apple 的。有，他说可以切换到 iOS。这个是这样超乱的。我不懂啊，因为。比较符合人体工学，并没有，三个，成功。有没有看你打的怎么？是这样，可以吧？搞笑，艺术艺术。这个防尘膜是打起来有个神奇的，而且掉不下来，掉不下来，卡在上面。不行啊，这太难打了，这个一定要把它拿下来。我知道了，这样。哦、这好打太多了 ，Wireless 900 Desktop， 你不要把盒子放在我的枕头上了。只有两年的电池寿命，这么厉害。然后其实它一年就坏掉了，一年就故障，但是有两年的电池寿命。滑鼠，拿出你的 USB， 是你的滑鼠，所以你要换一个滑鼠是不是？是吗？但是它要装大的，不一样啊。对，真香。来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键盘。那它是不是也要装大的电池？什么叫很和平？听起来感觉。你按按看啊。那另外一个嘞？这个听起来比较舒服吧？其实很和平的，你都按出来。比较软，我觉得它比较软，这个比较。是咔嚓咔嚓。这咔嚓咔嚓。这是哒哒哒哒哒哒哒。Microsoft 字。是哒哒哒跟咔嚓咔嚓。那你喜欢哪一个？好问题。你喜欢咔嚓咔嚓还是和平？还是其实是啪嚓啪嚓的，还是这种，啾啾啾。你看它这个上面字怎么那么小？这上面字应该比较小吧？金鹿，等一下，你看跟这个比，你看你不觉得？就是英文注音啊，下面这两个是怎样？等一下，四个都是一样大、啊，你看这个那个 A B C 比较大、啊。What？ 这四个都一样大，这个 A B C 怎么那么小？更像如何？就是一个软软的，啪啦啪啦的，有点。是哒哒哒键盘，有点难形容，键盘就是很难形容，但是打了打打了就知道，软软。你要打多少、啊？安静键盘，这算安静吗？那你原本它挺安静的，是咔嚓咔嚓。对啊，原本是咔嚓咔嚓的键盘，它这个是 All in One Media Keyboard， 它叫多媒体键盘，所以它可以拿来弹吉他。你知道去当 DJ 了吗？耐用且防泼水设计哦，如何？哎呦，这个触控板好暗哎！乱。哇，这触控板怎么那么赞？很有范。哇，这是滑鼠左键，它有一个按键是滑鼠左键哎，所以它有两个滑鼠左键。搜寻，看这个音乐，打开这个音乐，搜寻，打开这个音乐，哦。电脑会坏掉了，会坏掉。换你打、啊，这个应该用更轻哎，这臭屁啊！那键盘呢？结果呢？啪啪啪啪！你看它这个还有触控板。对呀、啊，多赞啊！第三个应该比较赞吧？所以 Daddy 觉得那个最赞吗？没有啊，你看这个是哒哒哒键盘，这个是啪啪啪啪叮，那是咔嚓咔嚓，这是咔嚓咔嚓。啪啪啪啪，跟哒哒哒哒哒。下面一个呢？刚刚那个是。啊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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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嚓咔嚓，啪嚓啪嚓，啊哒哒哒哒，别讲到这，到底讲什么啦？那你喜欢哪一种呢？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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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，这还有这个套子哦。这是你说的第三个键盘。哎，赞哦！什么赞？好，那就买。赞是不是？你说买？这一个键盘怎么那么重？那是砖头。不要再说一次了，不要再真的解题。而且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价钱。我知道有一个是大概是1200多，但你不知道是哪一个是900多，一个是我也不知道。但你不知道是哪一个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个还应该是最贵的那个吧？这是最贵的，应该是吧？那我还不把它丢掉？我不知道，我要求只有黑色的键盘。按下去的距离比较短，那你按那个比较这个那个应该是最长的，那上面那个应该是第二。真没什么感觉、啊。可因为它按起来软软的。正常笔电不会有数字键吧？我的笔电就有数字键。你也太宽了。哒哒哒哒哒键盘，这是软键盘。这个比较软啊。感觉如何？我觉得这个怎么弹不起来的感觉，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觉得它弹起来，我觉得这个最棒。你喜欢？对，就是把这两个加起来等于这个，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吧。这弹回来，这个弹回来的力道比较强吗？这就被按坏。越按越大力。这两个感觉好像什么？又在办公室又很安静的键盘。你说在办公室用什么电竞键盘？你就买一个电竞键盘，直接被超吵的超吵的走，然后拿去给 Daddy 上班，他自己旁边同事 Daddy 直接拿笔电，直接拿笔电键盘，他说我这个安静，哦，太难过了。